事中国视角国际表达，欢迎收看看安徽，我是子涵。今天为您播出开播特别节目《我在皖江看安徽》上集。来自澳大利亚的帅小伙王杰是我们安徽师范大学的留学生，为了更多的了解安徽，他将前往安庆、马鞍山、宣城和芜湖四座长江沿岸城市，探寻改革发展给当地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今天他首先来到了安庆。我叫王杰，来自澳大利亚，我是安徽师范大学的留学生，我将前往安庆、马鞍山、宣城和芜湖，去更多的了解我的第二故乡安徽。安徽安庆是万里长江安徽段的第一座城市，人们称它为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安庆历来有创新与创造的基因，这里曾经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机动船都诞生在安庆。100多年后的今天，安庆仍然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201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全年的销量仅仅小等于美国一个月的销量。到了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全世界50%，达到50万辆。短短的3年，我们能看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被看作安庆市工业经济弯道超越的重要机遇。踩一下制动踏板，点火，换挡，放地，对，前进档，走吧，感觉开得很舒服哎，方向盘对啊，真的很，一点力气也没有，冲快一点，最快我能撑。需要多长时间？多久能充满？对对，多久能充满？大概3、4个小时就能充满。像这辆车，我开1公里需要大概多少钱？6分钱。就6分钱1公里。对，相比燃油车那是多了。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出色的表现，得益于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车身的轻量化技术方面，我们采用铝材代替钢板，实现材料的减重70%，同时建立到一整套远程服务系统，实时的监控汽车的相关安全，有效的提升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2016年，安庆市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完成产值499.2亿元。成就的背后，问题凸显。当下创新型人才缺口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安庆市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新的契机。刘总，你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德国科技培训，你们这边主要是做什么？我们这个基地叫中德工业4.0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这个基地的任务是为中国培养叫智能制造领域的高技能人才，所有的实训的模块都是为企业服务的。在这个基地，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叫中德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这个中心呢，应用的是德国 I8686E 的一个世界唯一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标准。刘宇领导的这家科技培训公司落户在安庆市筑梦新区，正是新区的各项创新制度和政策吸引他们从北京来到安庆创业。筑梦新区用7级雇员制创新人事制度，用综合金融服务培育总部经济，用新技术全覆盖支持全境产业发展，用人才专项基金引领形成人才高地，力图建成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示范区。一个城市有没有活力，一个城市能不能充分这个展现创新特色，跟这种高素质积极想作为的年轻人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这个地方，也拉动我的城市公共服务，拉动我的城市综合配套。从这一点来说，它一定程度应该也是一个城市的未来。创新是时代的脉搏，
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征途中，制度创新为本，科技创新先行，而文化创新则是推动二者社会实践发展的源泉。黄梅戏呢，它这个剧种它并不是那么特别古老的剧种，所以它一直没有停止它的创新步伐。韩再芬，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中国黄梅戏传承与创新的领军人物。十年不子才一门，十年不子才一门。凭借1999年的《徽州女人》，2015年的《徽州往事》，韩再芬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这两部黄梅大戏在剧目内容和舞台呈现上力求创新，黄梅文化与徽州文化碰撞而产生的灿烂焰火，开创了黄梅戏戏剧创新的新格局。我认为黄梅戏还是应该向着现代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去吸收现当代的很多不同的艺术来丰富自己，然后再来重塑构建，这样子才是黄梅戏。2010年，中国黄梅戏艺术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标本，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记录、收藏和保存。韩再芬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被该馆收藏的戏曲表演艺术家。2017年7月，韩再芬率团赴加拿大参加该国建国150周年文化交流演出。而在此之前，黄梅戏已经多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传承创新之路。我很羡慕像你这样的一些能表演、能演出一下，就是我得把你扮起来，然后你到台上弄两下。我可以试一试，我啥都演。你们呼吸。当干的，你干来着啊？干来着，老婆哎。哎，老婆，我们两个来见过理由。见夫妻两个还见过么事理噻？哎，老婆。夫妻两个来见过你，伙计伙计们。当干的，你从哪里来哟？我从盖山来哟。那盖山有么事好玩的噻？跟着盖山热闹哎，正月15在大风花灯哎。莫慌啊，盖山有灯呐！啊，姐，我呀是最会看灯的了，走，带我看灯去哟，走。我已经渡过长江，我现在在江南，我得去我下一站马鞍山，出发。在马鞍山，借书超级方便。我在路上走了几分钟，就找到了一个自助图书馆，刷卡拿一本书，太方便。马鞍山，长江中下游著名工业城市，素有“钢铁之城”“港口之城”“园林之城”“诗歌之城”的美誉。我们是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标准化试点城市，我们大概出门15分钟，一定会到达一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地方。所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马鞍山应该是走在中国大国的前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是国家战略性文化惠民项目，马鞍山市以文化旅游名城、数字文化名城和全民阅读名城为目标，创建了网络健全、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在这里发现离我们很近有大青山，大青山里面只有李白墓，我从一开始学中文就对他很有感兴趣，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马鞍山市当涂县的大青山是诗仙李白的长眠之地，因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眺钟情大青山，并在此伐竹建宅，大青山又名谢公山。李白一生六次游历当涂，创作诗文50余篇。公元761年，李白最后一次来到当涂，向当地文人挚友古兰心表达了遗愿。他的遗愿就想要宅进青山同谢眺，和这一座谢公山成为一代邻居。古兰心就向李白承诺了，把我们古氏家族的宅基地捐出来给李白建墓，我们古氏家族在这个地方世代传承，把他的墓地守好。半城山水半城诗，马鞍山人写作吟唱诗歌的传统由来已久。今年11月，马鞍山市将举办第29届中国李白诗歌节。其实我去年也来了马鞍山，就是因为有参加李白诗歌户外活动。是，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认识你，你代表留学生讲话的。说着，我到最后一句话，我是说的是祝大家身体愉快。哦，是，生活健康。然后笑死了，我真的好紧张。诗歌节呢，实际上每年都安排很多活动，我们的办节的目的就要办成叫诗歌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让大家都来享受这么一个节日。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创新，马鞍山市文化馆深入基层展开预约式文化配送服务。今天马鞍山市文化馆的黄勇如约来到当涂县，指导小朋友排演文艺节目。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完善，得益于经济发展丰硕成果的支持。去工程师，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什么叫肉性生产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就能干好多不同的种类的发动机，柴油机、气体机，它就叫柔性，就不是一个专一的，只能干特定的某一种机型的发动机的那个专一。像我们这个生产线呢，就有这个是12升的气体机。这个10升的柴油机有不同的种类嘛，明显的区分嘛。在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指引下，马鞍山市传统制造业依托互联网加，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全流程，走出了一条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的升级之路。与此同时，成立于2010年的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正在以节能环保、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为发展方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园区转型。太阳能电池它的新主要是它的这个无污染无排放，另外就是说它在这个在使用年限达到以后的可回收性非常高。以太阳能光伏上下游产品为着力点，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已形成完整的光伏全产业链，成为全国首批新能源示范产业园区。而园区内来自浙江的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则是以纺织机械制造智能化为突破口，将高端智能纺织机械出口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截至今年7月份，安徽日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已达2000多万元。从安庆到马鞍山，从理论制度创新到科技文化创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的卓越成果，向我们展现出这两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已经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全面创新之路。第一次上台表演黄梅戏，第一次驾驶咱们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都给王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期节目当中，王杰将前往宣城和芜湖，不知道他还会有怎样的新奇经历。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看安徽，下期见。